等奖，新等奖。先来拍专辑主打歌就好了的 MV。哇塞，第一次合作屏东的人，这样第一次看到有屏东那么胖。对，不是他不，我之前会看他的影片啊。谢谢君，谢谢阿君。那时候就是很想要遇到本人，就遇到的时候有点后悔。为什么有点后悔？没有了，没有，开玩笑。很想跟神玩出去玩的感觉，哎 ，Q 真嘞，快出来玩嘞，感觉就很亲切。我觉得就是一个屏东的 style， 我觉得合作起来就非常舒服。等一下，屏东不算哦，屏东啊，屏东人的 style， 天气又很舒服，这样。哦，对，今天天气很舒服，然后下午特热。平常都是怎样？一年四季，今天恒春啊，一天就四季了。对，早上是冬天，然后中午超热，然后现在要转凉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天气有够刺激的。看什么镜头？晴天是他，我是晴天娃娃。对，然后到我的时候就马上阴天，太阳就不见了。真的每次到你哦，那个画面一到你，然后那个太阳直接消失。没有，重点是刚刚他们跟我讲说，太阳现很像是真的，因为我，然后我一直不相信，结果。后面有拍照嘛？换到我的时候，本来在你的时候，太阳超大，超大，整个都会反光啊。对，然后到我的时候就暗黑掉，直接暗下来。这样子怎么办呢？我因为我很像每次拍 MV 或者是拍什么企划，我像都是遇到雨天跟阴天这样。没事啦，遇水则花，遇水则光的，没有酷。第一次在面店说话，就可以还有菜，看啊，哇！从早拍到晚，每一帧每一个画面都是精华，演相当好。阿君，没有是你啦，你最厉害，第一次就可以这样。哦，没有，都是讲一些干话。Smith， 他来打酒。哦，打酱油。因为导演突然拿酒给你喝。对啊，对，是这个意思。OK。刚刚去上厕所的时候，那阿伯说要收钱了，收工了。小麻辣，小麻鸡吗？收工的时候是精神最好的时候，回去要再玩个两波。看我们今天从早上太阳还没出来，拍到现在太阳又下去了。拼到底，脚麻好了吗？脚麻好了啦，好了，脚麻笑脸郎，脚麻两分钟就好了，好了就好了，好了好了。大家记得去看我主打歌就好了的 MV， 然后记得到我的 YouTube 频道锁定我的 MV， 还不赶快看起来，耶、yeah! ！